我在個博物館入面是可以感受一個這樣的小劇場，它令到我有一種很切身處地的感覺。那我覺得今一次這個小劇場是可以令到他們知道，啊，原來以前打仗是這樣的，讓他感受到一些，當年的人怎樣那麼辛苦掙扎求存都要做留下在這個世上。所以我覺得，這個體驗非常好，能夠參與這件事也是很開心的，作為爸爸可以自己都參與，昨晚我都作為一個小朋友，好像最開心的地方就是試食軍糧那裡。本身我覺得也很好玩，因為其實我們是玩逃走路線嘛，那我們只要找到北極星，找到北極星就可以設定逃走路線，所以我都很喜歡這個觀星活動的。我數三聲之後，大家認我一聲 Roger， 然後就開始行動，三二一。因為依家小朋友太唔同啦，咁俾佢感受一下當年嘅辛苦，俾佢瞓下個營，咁其實係一件唔簡單嘅事。除咗我哋即係有機會喺康復博物館去瞓一晚啦，咁我哋亦都學咗好多知識嘅。如果再有機會嘅話，咁我哋其實都會參加。